先拍一个，就是没有意义。什么归去来兮的兮？归去来兮。就是那个。我朋友在开直播哎、欸，好笑、啊。好看，这是一个没有赖送之乱。所以，我来用这样的。来，大家，好尴尬。我姐好配合我。我们现在去吃 ice cream。看看。小杯子会飞轮滑轨。啊，不行，你要入境。努力的。没有办法，你进不来。我也很努力。好的。啊、哦，有了。好暗，没关系，我再调。Turn right and left.讲什么话哎、欸？今天这是一个看海的行程。可以，这个我是专业的。这个我是专业的。Never been the type for giving up. Complicated situations only make it worse. Cause just get it started, it's not enough. I'll be around when you need me. Promise there won't be no leaving on my worst days, 2 a.m. I shift phase, tripping off something that you done. Yeah, I would never listen, my work compass and run out on you.现在已经开始了吗？帮你讲话，你可以不要。帮你讲话、哦，你不讲话。你要拍那个走路，然后有那个特效，然后很漂亮，会飞的那种。话吗？没有要说话，要说，哎、欸，这段好像都没有话哎、欸，算了。有点黑。好久。有点黑。Dr. Karen。什么味道的人呢？哦。好吃哦。好看，那有点游泳吗？
一起爬山吗？快下去！冲浪的小朋友。我回到博伊斯的，今天是我在加州玩的最后一天。其实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录，我刚刚去机场路上就觉得好惆怅哦，就是唉，这四天真的过得太像一个梦一样了，太美好，真的很开心。然后现在要回归我的正常生活，要回到，对，明天又是周一，要面对工作，又回到现实。好，今天这支 vlog 应该就到这边，应该不会有再有别的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这支影片按赞，然后记得要订阅我频道，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